陆时砚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庄娘安排你来的，不然她真请你来吃包子呀。包子来喽，趁热吃。沈二娘子，店里没肉了，我得赶紧去买肉，你能帮我去后厨看看火吗？这么着急，我去帮你买。你哪会买肉啊，我去就行，你帮我看火便好。嗯。这不是有人吗？师傅。师傅。怎么不理人啊？师傅。陆时砚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庄娘安排你来的，不然她真请你来吃包子呀。我们陆廷尉还挺有本事的嘛，这小胡子弄的。疼疼疼疼疼疼，轻点轻点轻点，我花了好多时间粘的呢。别弄别弄。你呀，竟然还有这刨除的本事啊，我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可别小瞧了我啊，你刚刚吃的包子都是我做的。真的？嗯，那我还要吃。我再给你蒸一笼。你怎么突然就来了？我已经查到是镇国公府的赵管家仿造了我母亲的印章，现在人证和物证啊都在御史台了，有了这些证据，我母亲的案子就会拖延调查期限。嗯，我就知道你一定能查到。你看你弄个包子脸上全都是面粉。沈二娘子，陆廷尉，你是为了见沈二娘子一面也是不惜颜面呀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了，不过正好你在，我想帮一个傻子传个话。是庞虎那件事吗？嗯，是，但也不是。我跟苏校尉在码头发现了庞虎，我们亲耳听到庞虎说要尽快找到你，然后落定长公主的罪名。哎呀，他呀听到这些终于明白了，自己确实是误会了陆廷尉，现在很是后悔呢。不知陆廷尉能否见他一面呀？他愿将功赎罪。行，我会让杨宗联系你的。好，那你们继续，我先走了。继续。侄子。陆廷尉。陆廷尉。陆廷尉，先前是我有失偏颇，没想到竟然中了贼人的奸计，害得你跟长公主落了难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向您赔罪。苏校尉严重了，先起来吧。他们布局已久且如此周密，若是我得到这些线索也很难不心生怀疑。可是如果我从一开始选择相信你，交出证据，或许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还是我不好。苏校尉不必自责，查案只相信证据。此案非同小可，我定会查到底。庞虎所提及那些货物已经被他安置妥当，那些货应该也都是兵器。你们先撤。
送陆廷尉撤离，我去帮杨宗。来，你功夫不及我，你护送陆廷尉。安心。